文斌啊，嗯，啊，这摆吼，你这条命算是讲丽玲给你救回来。啊，咱除了感激以外吼，阮是希望讲等你的身体若好了，你会当甲丽玲结婚啦。结婚？我今晚哪有这个心情啊？是啦，今晚要哪有这个心情？你今晚是在讲啥？斌啊，你已经几岁啊？哈，啊，经过这边的代志，你敢袂惊？爸，你惊一个心脏病压起来，插一个麦去装心率调节器，你搁咧丢毒啥？是啦，文斌，文英讲了真对啦，您爸爸已经有血啊，而且心脏更无好，伊是烦恼讲公司放哦，你家己一人咧无闲，你安尼身躯边搁无人照顾咧。爸爸好意我知影，啊，不过是安怎，一定爱我娶丽玲啊！文斌啊，这丽玲哦，确实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啦。啊哦，而且咱大家拢真介意，哎，最近哦，伫公司也是伫咱兜的表现拢足好的，恁爸爸是足满意的，所以你就答应娶丽玲好不？敢是阮爸爸，爱你安尼讲。是啦，是恁爸爸叫我安尼先讲的。啊，而且文英伊嘛赞成呢。啊，你嘞？我当然赞成啦。阿姨，你之前毋是一直赞成，我甲丽华斗阵，啊，即嘛是安怎阁改变啊？这。啊！哎呦，文斌啊，你啊哪会安尼问伊啦？这红线我要传尤丽华，早都已经是确定的事实，你哪会叫去拆破人的姻缘啊？文斌啊，你好死心啊啦，会用去放弃啊啦？我老实跟你讲啦，洪胜辉早都已经去我的工作室找我，拜托我替伊两个设计新娘礼服了啦。你讲丽华找你订新娘衫，这种代志我敢需要骗你？你若不相信，你应该去工作室看啊。斌啊，莫搁再想丽华啦，丽玲是上好人选啦。恁爸爸有血啊，你就听阿姨的话，甲丽玲结婚啦，吼。文斌啊，爸为着这件代志已经烦恼到安尼，你要跟我继续操烦内心？我甲你讲哦，爸是已经有放一句重话啊，伊希望伊在身的时阵能做公婆的孙。你用这样友好伊？刚讲你要第一个时阵，让伊为了这件代志无顺意心。文斌，好啊啦，文英，伊也毋是囡仔，你讲安尼多啊，稍后考虑一下啦，吼。文斌，你最好是将代志想清楚。哼。文斌啊，你好好休困，我来给你准备早顿，吼。丽华，你真正要嫁予胜辉？敢讲我连一点仔机会拢无啊？
清芬，你清醒了？阿母袂紧张，安尼好好休困，知影无？安怎？你听哟，珊珊呢？珊珊伊的手术真成功。清芬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你唔通安尼讲啊，这是我甘愿做的。你敢知啊？你真正是活菩萨，我足感激你的，我一世人永远袂去放袂记你。等阮珊珊老好哦，我叫伊真心甲你磕头，甲你说多谢。伊今仔有这个新的生命，都是你给伊的。你唔通安尼讲啊？我真正是足甲珊珊的，我安尼做是心甘情愿的。你莫咧甲说多谢，你免当遮陪我。赶紧去照顾珊珊啊！珊珊今麦也袂用入去看伊。清芬，啊，你伫遮几暝无转去，恁厝会烦恼无？无安尼，我替你打电话定位，转去甲恁厝人讲一声吼。唔免啦，我爱厝里。差都已经无人啊，都剩我家己一个人。听我这，我感觉我甲恁全家伙啊，拢上无缘的。你是不是会用把我当作是家己的人？我早就将你当作家己的人啊，知无？小夏，阿清芬甲我讲，伊是要去救人，要去捐骨髓，敢真实呢？无唔对啦，伊是为着伊一个朋友的查某囝去做啊，我无骗你啦。啊，伊唔是去找王伯勋咯？伊哪会去找王伯勋？王伯勋发生什么代志哦？甲伊一点的关系拢无啦。哦，对啦，底下还阁有啥物消息？董事长，我这个消息若讲出来，我惊你会惊着。嗯。意思是讲，这个消息真值钱哦。那是当然。偌济？董事长，我唔是要甲你讲介绍。你嘛知影，我除了陪伊婷以外，我阁有真侪钱好赚。哦，那安尼，你是要提啥？你想，我会爱啥？我是要给你什么款的职务，你才会满意？副总，会用无？副总，这个消息。敢有这么大的价值？有啊，无等我讲出来，董事长就一定清楚。安怎？也是你感觉我无够格？无啦，你误会啊！我咧想哦，假使讲这个消息真正是这么值钱，卖讲是副总，总经理给你做嘛是无问题。多谢董事长，啊，不过我生活无这么大，会当做一个副总，我就真满意啊。好啦。我答应你，安尼会用讲哦。日本那边传来的消息，高新企业一口开，订一罐收的液晶屏幕的灯管。对，迄个灯管一箱就要200万，订一百箱就要2亿。那安尼高新企业资金的调度会出问题呢？是啊。那订遐多是要做？这我嘛无了解，
啊，不过台湾市场的需要应该无这么大。郭树成这只老狐狸，哪会做这种代志？那这是日本那边传给我的，应该无唔对。那真正安尼哦，郭树成伊都是自吹死路啊。董事长，那安尼你按算安怎做？我甲我所有的电工全部降价，做一届甲卖掉。那安尼，郭树成进入来遐个货，都要扛几多担啊？一件也免想要卖啊。董事长，这代志当时当进行。当然是愈紧愈好啊！等情分回来，我来叫伊水处理。珊珊呢，就是林小姐，我都要亲身来讲，说多谢一下啊。哦，不是这位啦。哦，哎，让他请起来。你亲身啊？对啊，这林小姐，请问一个是我的妈妈啦，爱查讲你关骨髓给阮珊珊，特别好来给伊说多谢。林小姐，真多谢你。啊，你即摆人感觉安怎？你免甲我说多谢。我安尼做，是我甲丽华最有交情。真实的，我即摆感觉人足忝，我需要休困。好，请你出去好无？哦，好，安尼你休困哦。甲等下我过来看你。好，多谢哦，多谢，都无差你啊。哦，你好好休困。我无需要你来看我，我嘛袂甲你相认。我感觉清云吼，你感觉怪怪。唉，我捌见过一摆面啦，伊是丽君的好朋友。丽君的好朋友？是啊，伊是安尼甲我讲的啊。而且伊讲丽君是死在日本，死甲足凄惨的。我一直唔敢将这个消息甲你讲，我惊伊讲你听到心肝会艰苦。我是想讲，等我若查清楚，这件代志才来解决啦。啊，像我甲你讲，伊确实是丽君的好朋友。是啊。不过伊甲我讲是讲伊唔捌丽君的。啊，哪会安尼？伊亲嘴甲我讲的啊，而且伊阁为着丽君咧质疑我呢。阿奶，你这件代志，伊毋是对你咧讲白菜，就是对我讲白菜。我无得卡，伊对咱两个咧讲白菜。丽华手机也卡袂通，出连电话嘛无人接，敢讲伊是伫个闪避我，还是甲盛辉伫无闲结婚的代志？丽华，敢讲咱这世人真正是有缘无分？幸会，坐了。妹奶，阿你打电话叫我来，到底是啥代志？当然是为着你结婚的新娘衫。
甲你家己内服啊。迄天你毋是讲你歹做啊？我已经想通啊啦，所以决定要替恁做。为啥？我既然开店做生意，有钱那都无要赚。我都唔知影是甚物原因，让你回心转意啊。也毋过，我相信你的手艺，钱毋是问题。哪都安尼讲定，甚物时阵你带杨丽华过来梁村去？歹势，丽华即马伫顾伊个查某囝，无时间过来。啊，无你叫伊从春秋传过来给我，正好七月号迄一天，等下看情形修改。妈哩啊！盛辉，有一件代志我想要问你。啥代志？你第一天要结婚？要爱我的红条啊？马英公是啦，要唔过马英公唔是，到底是第一天？可能这个时间会较赶，因为我答应过珊珊，等伊出院了，我甲丽华就要结婚，完成这个囡仔的心愿。所以大概是十二天的款。后礼拜日。你有代志？不是我有代志，是因为阮家嘛要办喜事。恁家办喜事？无唔对，因为文斌甲丽玲。嘛是十二天后要结婚，那叫你拄好。世界上拄啊好的代志，本来就是真济。喂，爸，什么代志？啥？咱公司周转不灵？问你家己啦。哇，我是做什么代志？丽华，爸，杜先，幸亏你来拄好，我会气死。到底啥代志？我，爸，爸，你坐落来。我问你。你甲日本订液晶电视灯管的订单是安怎订？你敢有照旧的订单订？我本来是照旧的订单订啦，啊，不过我看进前订十箱拢伤少，啊，这个物件还要运日本入来，了钱搁了工，所以我就一遍订一百箱。你订一百箱？你敢知影这款物件？比台湾有偌侪厂商输啦，平常时订十箱，就再用一年，你订一百箱，你是要叫咱国家破产是无？高兴，你这么严重？我一时无注意，会甲订单发出去。即卖日本迄方面二十四小时赶面工，即卖物件已经空运过来。高兴，都真像你拄则讲的。呀，这么侪回，敢讲伊都无确定者。这爸，迄天我 email 发出的时阵，日本都打电话来，是我甲人确定讲，咱公司开始需要这么侪。你，唉，我早就甲你讲过，公司的代志你唔捌，你偏偏讲你要来斗三工，你这叫斗三工？你敢知影？这物件卖一年也卖袂煞，过三五年，这款电子产品拢过时啊！啊，开一两亿，拢了去啊！你是不是想要把我气死哦？爸！高兴！爸！高兴！给你看，要叫火车！高兴！高兴！高兴！喂！给你！啥？你讲啥啥开刀？是七分之关去找伊，你是不是爱去便宜甲看一撮？不爱去啦，不爱去，是安怎嘞？妈，我一直拢真尊敬大姐哦，而且对珊珊嘛拢真照顾，
啊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伊唔免甲我讲，伊是无甲我当作一家人哦。伊唔是我甲你讲，伊是咧赶紧讲要紧甲珊珊送去病房啊。啊，若是安尼，恁哪会知影？兰姨甲我讲的啊。敢真正是安尼？丽玲啊，啊，你做人阿姨的人，敢袂去甲看一下？你安心敢讲会得过心？看珊珊当然嘛是有必要，啊，不过你头头不是讲过，伊伫咧吴俊室，是要安怎看？虽然讲看袂到珊珊，但是你若去一撮，嘛是予恁大姐精神上的安慰啊。我再讲，迄林小姐伊嘛住伫同一个病院啊，你敢袂去人说一多些是？但我进前才甲伊冤家啦，伊一定还搁咧生气。好啦，要去唔去由在你啦。但是若会当借这个机会，化解你对林小姐的误会，敢毋是真好咧？好啦好啦，你莫搁细细念啦，我会去啦。啊，不过文斌在楼顶，你得好好照顾伊哦。我来去。在公司处理一挂代志，一时着急啦，心脏病发作。医生讲，转来就要较细腻啦，唔通搁再发作。既然是安尼死，咱袂住啊病院，咱要转来啦。公司着发生这么大的代志，你叫我安怎待落去？爸。好啦，郭太太，就马上再去楼顶休困啦。水利哦，水利，什么代志，让你气到安尼，气到心脏病拢夹起来？你敢知影袂用甲我惹偌大的麻烦？爸，我已经知影我唔对啊，我甲你认死底啦。母亲，敢无得阻止？唉，我接到电话的时阵，我着随阻止因阁继续生产。也毋过日本迄方面讲，我敢若会使取消一部分。即摆运过来的物件，到时拢会变成库存。我拢无办法呀。敢有法度卖来其他国家？这我嘛会想过，那是讲大陆这方面做生意是真歹计较。那是讲认为阮的价钱伤悬，伊会转去甲韩国买。而且我卡电话给台湾这厂商，想要到家己去啊，早一步。伊家己的存货拢卖给这厂商，即嘛是无人甲我买物件。代志变到这个地步，嘛是无多啦。国庆，我看安尼啦，只有把这个价钱放较低啦，加减补一寡钱转来。这是最后的打算。也毋过安尼，会伤着阮国庆起来怨气，更造成我资金的困难。爸，是的啦，我真正我毋知影会了到这么严重，我毋是条故意。你毋知影？你一句唔知啊，甲咱高雄企业母啊遮凄惨，过去咧江西企业江永明有这个机会，你上中上来超过咱高雄企业。是的啦。高雄，需要偌济资金？差不多嘛爱两亿。我会使甲咱正经要合作迄个地提地啊。佮加上我一寡存款，两行斗起来应该无问题啊。这我袂使予你安尼做。卖你讲咧，我们是我的好兄弟、好朋友，而且丽华嘛是高太的查某囝，以后咱嘛会变做亲家。也毋过，你的公司嘛是爱资金来运作，别紧来，我会想办法啦。我先甲三四口气斗来，先甲冻起来。再甲阮飞鸿村的厝较少提卖，上重要就是阮公司卖阁投资，卖阁开钱，等你高升起啊，趁钱了再讲。幸会，多谢你，多谢你这么慷慨，甲我斗三口。我希望你入来阮高升起啊做项目董事。高姐，你若讲到这方面啊。有影，我真侪拢袂晓呢。幸会，你一定会答应我。
你这摆就是跟阮高先生去啊斗相共。幸亏阮爸都已经安尼讲啊，而且你以前嘛常常跟阮家斗相共，你都答应了。好了，啊无这代志等我结婚了后，咱再讲，好不好？幸亏你结婚有需要我斗相共所在，做你开嘴。别安尼客气啦，真多谢啦。啊，我结婚是真简单啦，免你费心，多谢。我听文英讲，文斌要结婚，跟我是共一天啦。对啦，十二天以后啦。十二天哦，啊，就礼拜日，那会这么赶紧啊？是啊是啊，后礼拜日啦。爸，我看吼，可以休困啦，莫去讲遐济啊啦。去掉，哥姐，歹势，我来去看文兵，啊，我陪你来去。多谢。文英，啊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你到底是你变什么梦？是安怎文兵甲丽玲十二天后爱结婚？爸，我坦白甲你讲啦。因为盛辉甲丽华，伊嘛是第十二天后要结婚，我是惊时间拖久，文斌会起变化，伊若反悔咧，所以我毋才安尼决定，同一天举行婚礼。我了解你的意思，你是要让文斌完全死心。嗯。时间遐尼赶紧，结婚是要准备遮侪物件，敢赶会？爸。咱高雄去阿良明姐尔看，这都不是问题，你放心，你用放心啦。放心？嗯。卡准那是交好你，你就免想要叫我放心啦。那发生这种代志？好佳哉是洪先生解围哦，那无这摆代志就麻烦啦。小妹啊，嗯，多谢，实在吼足感激你。嗯。好兄弟，好朋友，工作不错，卖讲这啦。是讲恁爸叫我去恁公司做商务董事，我个吃力啦。要不你放心，我来试看卖啊。阮高兴起啊，有你来斗相共，相信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啦。老板娘，听讲最近你要结婚了，啊，是得搞好啦。啊，哥大，我先来去。顺便。阿姨，伊讲我最近要结婚啊，我啥都唔知影。我嘛是才听文英讲的啊。文斌啊，丽华嘛是十二天后要甲洪先生结婚。真的是的，真是的，是我陪丽华去看日子的。丽华讲叫我莫互伊知影。我无惊你心肝会艰苦，文斌啊，代志就到这个地步啊！你听阿姨的话，你就娶丽玲啦吼！阿姨，你莫逼我，你是上支持我家己看的，现在怎么，你要逼我娶丽玲呢？因为这摆公司发生这么大的代志。拢是洪先生将所有资金转过来，来甲咱斗相共，所以以情以理，你拢袂用阁甲伊相争啊。文斌啊，既然你甲丽华无缘，恁就要互相为对方祝福才对啊。你讲话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我唔甘愿，真正唔甘愿啊。人创敌人啊，前路歹行。既然袂当共船渡、共船破，就准讲你搁较唔愿，你嘛着爱认命。苏醒。
生出去。文斌，爸，拄则恁阿姨甲你讲的话，我拢有听着。我知影你心肝内有遮侪不甘愿，也毋过，你是咱顾家顾囝，即间公司发生的代志，爸爸的身体恐惊扛袂起，我可能无法度等到破事了。爸，文斌，人讲成家立业，你总是应该结婚了。爸爸之前做了真多代志，让你无法度娶丽华，这是爸爸对不住你。也毋过，丽玲确实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伊对你完全的付出，伊阁救过你一条命。人讲娶妻娶贤，伊不但会使照顾你，也会使替你起家。文斌，就算爸爸求你，你也莫让爸爸等到死，也无法度看到上心爱的后生成婚。文斌，答应爸爸，好不？好不？文斌，你真正是爸爸的好孝心。那安尼，爸爸就期待你的婚礼。心都想久啊，会听无？啊，不过，我若就是你的珊珊的病好，就算阿妈骨再安怎疼，我嘛感觉有价值。多谢，多谢你呢，请问。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。你讲啊。你甲我讲过，讲你唔捌丽君，要唔你来甲我妈讲，你是捌丽君，你是个朋友。啊，你跟丽君到底有啥物关系咧？丽华姐，我坦白甲你讲。其实我，其实我甲丽君是好朋友，这都是为什么我甲你斗三工的原因。啊，哪呢？你紧甲我讲，丽君即摆是伫倒位？伊人伫倒位哈？敢讲伊真正搬去山坎，吓死啊！丽华姐，你免烦恼啦，其实。刚才安尼讲，是超过要气你妈妈的，气我妈妈。啊，哪咧，丽君都无死咯。啊，即摆你倒位，你甲我讲，你甲我讲的你倒位，我即久无看到我最想伊的。丽君，伊即摆伫日本有重要代志耽误我，所以是无得倒来见。去有耽误？是毋是搬喺山坎的，脚去摔断去，还是受重伤，还是规身无法度振动，还是骨拢？丽华姐，你唔通想遐尔济啦。
我敢来用代替丽君，甲你讲一声实话。啊，不过伊真正有代志，所以无法度转来见你。阿丽，这么人过来日本咯？请问，无安尼啦，你家日本的电话给我，给我吼，甲伊讲话，给我知影讲伊安尼平安无代志，好不？不用的啦，我有答应伊，我袂用泄露伊的消息。另外，这假使你若真正疼惜你的妹妹，你若是有带念我邱珊珊，你都莫逼我，好不？既然你拢安尼讲啊，我当然免阁对你有要求。啊，我既然你是丽君的朋友，无安尼啦，你若是有甲联络我，才麻烦你甲讲一声。这做大姐做小姨的，好。天华姐，我看到你向人关心你的小妹，我真正是足感动的。丽君，伊会有你这款的大姐，真正是伊一世人的勇气。多谢你。啊，那呢？你应该讲，丽君伊敢有甚物所在需要我甲斗相共，我甲做诶无？丽君伊有甲我讲，伊阿哩甲你妈妈端出来哦，你敢做会到？端出来哦？无毋对。丽君以前怨恨我妈妈，因为自阮生下时阵，我妈妈就把阮放杀。要讲妈妈今麦知影忏悔啊，伊知影唔对啊。不管伊安那忏悔，拢无法度弥补伊的过失。唔，那丽君无法度原谅伊，连我都看袂过。丽华姐，丽君佫甲我讲，假使你若佫继续甲你的妈妈来往，伊都真有可能的。可能安怎？伊就真有可能，这世人拢袂甲你相认。我明白啦，丽君谁人袂安尼做？是的啦，我不是挑过要让你为难的。我知影，你是丽君的朋友，你知伊的代志，知伊的做法，你当然替抱不平。这代志，我会好好想着。我过来看珊珊。阿丽，我休困。大姐，阿玲，大姐。啊，珊珊动手术这么大的代志，你哪会免甲我讲一下？雄雄安尼，我妹夫打电话嘛无收到啦，连妈妈我嘛无通知啊。啊，珊珊呢？即摆伫吴俊师，家己阿姐安看。啊，请问姐嘞？你爸爸休困啦？我特别买水果，要来甲洗头下啦。我载伊来。大姐，啊，请问今仔无伫病房？我拄啊，搁等了了，甲伊开讲讲啊。哎，走倒去。啊，护士小姐，啊，这林小姐嘞？已经搬出院啊呢。搬出院啊？
欢迎你回来。多谢董事长。你人有较好啊？啊，已经好真济啊！多谢董事长的关心。坐啦，好。董事长，啊，这几天敢有啥物重要的代志，爱我随处理的？啊，对啦，最近哦，小夏替咱公司立一个大功，所以我已经甲升起来做副总了。你甲小夏升去做副总？啊，我知影，伊是你的堂姐，啊，即马煞变做你的顶事啊，你应该是袂反对啦。啊，那诶，小夏能力遐尔好，爱升做副总，我替欢喜都袂赴啊，哪会反对？这是今日我听到上欢喜一句话。诶，小夏。恭喜你，无喏，我应该讲副总，恭喜你。咱是姊妹啊，讲什么恭喜？真爱感谢董事长的栽培。坐啦坐啦，咱来讲故事啊。高雄企业嘛，向日本订的货已经到啊，咱的计划嘛成功一半。请问啊，你甲小夏联手，甲咱公司的货尽量降价，做一届甲透掉。我要让高树生的花在市场完全卖不出去，这次一定要把高升起来抹倒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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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